有请硬糖少女三年三的学姐们，欢迎。你感觉脚下踩到了软裤的提气作用。此时前方走来了你心里理解的男神。音乐圈层全新的一档音乐节目 Mango Music Player 音乐玩家，我是你们心里的小九九 ，PD 心目中的暗黑女王天九，我是说话压抑、长相英俊的颜。你什么时候加了 Wink？ 你现在想了多久？其实因为我平时说话就是音这么压抑，所以说就随口就把它灌上了。对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学姐们都在旁边？我知道啊。那快点把大家请上来，结束这尴尬的开场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，有请硬糖少女三年三的学姐们，欢迎。欢迎。Hello， 我是硬糖少女303的陈南一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赵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王一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秦卓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郑乃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刘心凌。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张一凡。蓬荜生辉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场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人。我眼看过去都有透视的效果，因为我其实见过你们双马尾这首歌的一些合拍的视频。今天都来了音乐玩家吧，我们是不是有幸现场可以见一下他的音乐玩家版本？今天的工作设定就是我们没有双马尾。那我们接下来邀请硬糖少女303来一个音乐玩家现场版没有双马尾版本的双马尾。但是我们龙眼啊，这个是的 FMC， 他是你们的学弟对吧？然后呢他有一个著名的个人技就是跳女团舞，所以今天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向学姐们请教一下？太好了，赵月去吧。好紧张啊。你紧张吗？你刚刚在台上可不紧张。你打开然后跟住，然后就是这个右，就是左肩就这样，就是对，就是抖起来，然后跳起来，哎，右边，你看他会的，跳起来，点击跳起来，哦，好快啊，天赋异禀，打放下，然后直接腰了。对，不用叫，直接放音乐吧，直接放音乐吧。303，只是我还去 cover 了一首。哦。哇！可以一起唱吗，兄弟们？我还记得。Music。
玩家这个节目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坐下来休息一下，然后坐下来聊，好不好？辛苦了。我知道今天录制当天你们上新了一首新歌，对吗？嗯、叫什么？今日运势。好，那聊一聊这首歌好不好？字面意思就是看一看今天的运势怎么样。很多人平时我们都会出门前看看，哎，今天天气啊，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啊，可能有哪个幸运颜色。放大了看，其实更多的是人在生活中的一些仪式感。可不可以现场有人清唱一下这首歌？张一凡，来吧，我走，我走 ，AC， 来吧 ，AC， 再见，好，再见，来吧，来吧 ，AC，C，D，E，F，G， Every time you look at me， 心底的指引，请给我指引 ，The heart goes hey hey hey， 哇，好好听。所以这次风格会比较元气一点，是不是这个歌？对，你要是早上听到这样的歌，你会一天的心情都会比较好，充满干劲。对，非常的有能量。哎，那这个歌这么努力的录出来之后，你们自己会不会觉得它就是跟你们最开始的预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？就是它处理做作品的时候，结束之后，我听到里面加了不少音效，其实里面加了很多那种可以在动物园的那种感觉，那种。然后有一些是这个音效，我有录好多这种，是你录的，这个是我有好多呜，然后还有什么呜，我录好多，特效担当，硬糖的音，硬糖的音效担当。说到女团，那我们不得不提一个非常厉害的秘技，就是表情管理。你们有没有队内公认谁表情管理最厉害？先陈卓璇吧，我是陈卓璇，我陈卓璇，我也选陈卓璇，我是舞台上很表情管理，你现在也在表情管理，不是，不是，然后不是，因为我是想到当时刚好去他们总决赛的时候，然后大家都在很开心的就很没有表情管理，在营业的时候就会很，所以你看这更能表现出你的那个表情管理，就是该就是在自己的状态下，在自己的状态下，然后一秒一开机上台，哎，专业专业。那特别好像啊，就是我们主持人手上有一段台本，然后根据这个台本呢，大家做一些表情上的变化，那就一紧上吧。好，来了。你挎着小包，开心的走在去见朋友的路上。仿佛走路在风，太开始了。周围的花儿都在对你笑。突然，你感觉脚下踩到了软乎乎的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哦，我知道了是什么。你低头定睛一看，发现居然是一坨不可描述的物体。Oh my god！ 这时，前方走来了你心仪已久的男神。Oh my god！ 脚趾抓地了，脚趾靠近。你需要表面波澜不惊，但同时脚底下蹭掉踩到的脏东西。我的，你要踩在脏东西上？太传神了！一姐，一姐，一姐，心仪的那个人就住在那边。你这里啊，我今天就是跟朋友吃饭，太棒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。现在是科浪网问，学姐们 vocal 实力贼厉害，那就可以来一段阿卡贝拉版的今日运势。规则呢，就是在两分钟内商量出各自需要阿卡贝拉的部分，用宝宝回声麦克风进行合唱今日运势。赢得考核的人可以获得20秒心动 pick 时间。我们俨然一个动物园现场啊！来啊，准备好了，那我们3、2、1，走。A B C D E F G， Every time you look at me， 心里的声音，心里的声音，然后就 Hey Hey Hey， 好厉害，欢快欢快，特别特别欢快。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把的那个奖励啊，说实话就是一个20秒左右的个人推荐时间，就是你可以推荐自己的作品啊，或者是安利自己。虽然说只能送给一个人啊，但是你们毕竟是团体作战嘛。在一起吗？嗯。好，这个20秒时间属于团队啊，属于所有人。那我们开始。5、6、7、8 ，A B C D E F G， 今日是六听。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，买不到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这首歌它是免费。好好好 ，OK OK， 特别好特别好。那作为一名合格的偶像呢，既要上得了才艺，也要放得下面子。那接下来进入我们 Super Player 的游戏环节，考验大家综艺感的时候到了。
家抽签，命运之手，命运之手，对，来。OK。那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，那现在就准备开始这个游戏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挺难的。这一看是我们这个阵营的呀。这不太难。这摆不出来吧？怎么看摆出来？哇哇！这得百分之多少相似啊？三女神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辛苦啊！来，我要道歉啊！这是什么？怎么还交出？没花我！天哪！先猜人吗？不要猜人。这个是西林，林姐在闻头发味道。这个是张一凡，这个是西林，这个是那个赵月，这是张一凡。好，说明你们的难度就是在复刻这个动作了。对，这个是西林，西林这么瘦，我天！西林的手插在就是哪里？插在。这是太快了吧！这是赵月，为什么这么复杂的？赵月拉着西林的左手，这个一文杰的表情，天哪！哈哈，看这是谁呀、啊？我感觉他很复杂的动作，我天！是赵一凡啊？哎，是我，他又是这个，太难了吧！来，我帮你。三十秒。等一下，我应该是这个。有惩罚的，很恐怖。OK， 真的，真的。没事，我陪他们，因为我这个题真的出的蛮难的。狗灭了，这是。那谁色号？不行，不行。我刚刚是疯了，谁的头？谁的头在这儿啊？等一下，我应该是这个，是这个。上惩罚！听众用解读的小黑苦瓜汁，喝的时候要求要面带微笑。好清爽啊！今天这个好喝。看看刘诗诗馋的，你等会儿没开始呢，怎么这么真口渴？我真口渴。好，接下来是猜唐人组失败的惩罚。好汉一口干。好苦，是不是苦？一口一口吃，我跟你说真是后劲，但是还好，你们上脸了，完全没有表情，他完全没感觉。那接下来到奖励时间，那到奖励了，奖励这个可就好了。奖励是啥？奖励是什么？我怎么说我害怕了？来，我们的唐人组超大杯，我录了，我的呀。我有说我喜欢苦的东西吗？没有，今天我挺喜欢苦的。我小时候吃那种苦药，我装病跟我妈说我生病了，我要吃药。真的自闭了，真的。
上，还有两个人没喝呢，谁没有？谁呀？你们两个呀，你们两个呀。不要喝这个东西，倒满。这个场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会发生在镜头前，好吗？好苦哇！干一杯吧，来，干了吧，干起身，一口吧，干。啊！面无表情，面无表情。三二一，可是你们跟我们学的，方的。不要！我也喜欢苦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选什么？是的，选的。你不选吗？眼泪来！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！我这边叫勇气！表情管理，他真的哭到哭了。One hour later。哦，我发现了。这个节目音乐玩家不仅玩音乐家还玩主持人，真的啊，刚才说不出话来了。那又到了每一期最激动的时候了，接下来呢是一个甜蜜盲盒的环节，就是完成一些粉丝们的心愿，然后我们作为福利送给他们。谁来抽一下？哎，恭喜！里面还有一张纸条，让我读读看，它是什么呢？啊，七人作为幸运派送员，现场为粉丝制作一件开运白 T， 有全员签名，这是多么好的福利！我的天哪！事不宜迟，我们上道具了，好不好？直接换吗？直接换吧，一起吧，直接换吧。它真的好漂亮，那个糖纸。哇哦，很贴心哎！我怕我的一上来就毁了你们，我只会画脸，你们懂的。你在听老头吗？我们今天粉丝福利就是这件开运白 T 了。最后感谢各位嘉宾能够来这一期的音乐玩家来录制。各位可能有所不知啊，就是我们这一位副 MC， 他其实是我们某一期的嘉宾。感谢这个节目能给我这个机会，我能采访各位嘉宾啊，今后会更加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上这个节目有什么小感想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方式来，就是让大家可以多多了解我们这个团，多了解我们的新专辑，挺不错的，就是希望以后可以多多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一起交流沟通。谢谢，再发个还要来。那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粉丝朋友，只要多多点击芒果 TV 音乐频道下方的节目链接，在评论区留下你有趣、有意思、有优质的评论的话，你就有机会成为这个幸运儿，获得今天的这份礼物哦。再次感谢硬糖少女303来到芒果 TV 的音乐频道 Mango Music Player 音乐玩家，下次咱们再一起开红桃了，也期待着各位以后更多更好的作品。辛苦了，谢谢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，拜拜拜拜。